好，依家4月29号就星期六晏昼3点搭九到啦，就企咗喺呢个嘅800碗前面呢一间嘅铺头仔啊，就啱啱话事传啦，就成交咗680万。我睇680万贵喎，贵喎，贵喎，我唔系肯定边个买，点咩背景资料坚定流啊。不过一睇我觉得贵，咁啊但系俾你望一望下啦。后面咧，始终啦，就系转一转过嚟呢边嘅时候咧，出翻去外面咧就系个东大街啦。东大街转右嘅话就系嗰个地铁站，转左咧咁啊就系一大。扎嘅食肆咧，仍然系咁。你向翻去后面呢度望嘅时候咧，就系呢个又系个地铁站嘅出口位啦。咁你睇到呢个地铁站个入口嘅呢个楼梯咁通道咁走翻上嚟啦。咁啊，再转翻个圈嘅时候咧，就而家讲紧呢一间铺叫做800碗。咁我之前都有睇过吓，俾我睇下细细间铺头啊。咁嘅位置啊，还咗300万啦，就系制唔制算啦。咁啊，就系传翻出嚟680万成交，唔知坚定楼啊。咁啊，但系就得个2.40呢度回报。咁要我俾一个分数嘅时候，如果真系咁嘅价钱，我俾三分。我而家望住呢个位置就筲箕湾东大街42-52号地铺 G5 啊呢个位置，咁就市传就应该系成交咗800碗呢度，成交咗就680万，哇系咪680万啊？唔会啩咁贵？咁啊，等啊地下就即系你睇到入边好细嘅门阔就我谂5-6尺到咯，深可能大概系12尺到啦，门深12尺，门阔6尺啦，咁啊地下连有个阁楼。个阁楼系点？我唔系好肯定系咪入职阁啊，定点样样啦？咁啊，租金就14,000，回报2.5厘。咁啊，入去望真啲先，望装喺入边个样先。啱啱有人喺度，装下眼，望下眼，咁样趁佢睇唔到。OK，anyway， 个而家呢一边啦，望下呢个就系筲箕湾东大街，就缩出入嚟条巷仔入边啊，缩入嚟巷仔入边就非常之差噶啦。呢间铺咧有睇过，嗰阵时候我就话还咗300万咯，还咗300万制唔制就算咯。咁啊，真系冇谂过，如果真系680万成交就超贵，就超级贵。咁啊，唔知系坚系流啦，但系我冇实质即系去了解过。咁啊，但系就系收到消息几日前嘅时候成交，再出翻嚟个东大街啦。咁啊呢一边嘅时候啦，咁就对面嘅时候咧就系我自己之前卖出咗3560万嘅一个。好啦，我俾11分啊，即系卖花要赚花香啊！你我有利益冲突嘅，唔好听我讲。咁啊 ，anyway， 咁去翻前面嘅时候咧，就呢个筲箕湾地铁站啊，都人来人往噶啦。咁啊，转翻入嚟呢条巷仔，咁就呢个800碗，680万，哇，超贵喎！我觉得唔会成咗到880万啩？边个人会再去买680万啊？呢度咁啊，唔知啦。咁啊 ，anyway， 咁睇下个点啦，个百货百客啦，可能我买家好醒啦吓。如果真係680万啦，喺呢条巷仔入面得个2.4厘回报，咁样一个嘅门面，我俾三分喎、呢个叫做道云径10号 G5号铺嘛，叫做咁啊，三分啦，咁啊，我唔知系坚定流啦，不过我就觉得差喎，呢个差位。